AB6 金东贤经纪公司对金东贤当街搂女友一事作出回应，否认恋情，表示照片中的女性是金东贤老家的朋友，粉丝见面会结束后和故乡朋友们在一起，除了那个女性朋友外，现场还有5到6名朋友，别说是故乡朋友了，哪儿的朋友，这个搂腰摩挲的动作也很暧昧吧。